男子到吧台退房，却发现账单上多了110美金，他非常疑惑，让小姐姐给他说说清楚。嗯，我查了一下，您点播了一部名叫《非洲浪女》的违禁片，还看了11遍。啥？别乱说，我不是那种。您还点播了妈妈的朋友，可爱的小姨子，火辣女。好了，打住，我付钱。扫完皮的铁柱正准备离开，看到边上有老虎机，就投了个币玩玩，结果机器里却吐出了一枚金色的硬币。这枚金币可不简单，说它能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都不为过。得到金色硬币的不只是他，还有其他5位幸运儿。有用抛硬币决定10比10平比赛谁胜利的沙雕橄榄球裁判大黑，有专业碰瓷的高矮兄弟，有带着全家来旅游的大胖，还有失散多年重聚的黑人母女，最后一位则是破坏大王憨豆大叔。他们被酒店老板约到了顶层的会议大厅，说他在距离563英里外的新墨西哥州的银城火车站储物柜里放了200万美金，现在你们每人都能得到100钥匙，谁最先抵达银城拿到这笔巨款就归谁。完了，老板还让大家签了一份协议，这场游戏不能告知外人知晓，途中出了什么事故本公司也概不负责。而暗处的一帮富豪也在对这场游戏下注，他们玩的是游戏，富豪们则玩的是他们。然而游戏开始后，你争我抢，一哄而散的场面却并没有出现，因为这帮人根本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这种好事。那啥，我就住楼下，就不等电梯了，我走楼梯。嗯，电梯这么久都不来，估计是坏了，我也走楼梯。这突如其来的内卷导致了场面极其混乱。这时大聪明裁判大黑提议，与其在这里卷得你死我活，不如合作共赢，一同前去均分这笔巨款呢。嗯，这个提议不错。 I'm winning. 憨豆原本是第一个跑到楼下的，结果他患有嗜睡症，直接就站着睡着了。其他人后脚也纷纷出了酒店打车往机场赶，而唯一还不相信这场游戏的就是看片的铁柱了，反手就将钥匙撇进了垃圾桶里。这时后面一个美女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看了一晚上片的铁柱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，就上去搭讪。美女，喝一杯呀。美女表示自己是飞行员，待会儿要开飞机，不能喝酒。此时机场这边最先抵达的人已经买到了票，后脚赶来的高矮兄弟好容易插队到前面，却被告知票卖完了。于是两兄弟本着我们飞不了，那大家就都别想飞的原则，直接把机场雷达给干坏了。雷达故障，暂停起飞。美女，这下我能请你喝一杯了吗？不能，我开的是直升机，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。那你要飞哪儿呢？新墨西哥。哪儿？新墨西哥啊。怎么，你也要去吗？飞机不能飞，一会儿又开始寻找新的交通工具，有车的开车，没车的打车，有钱的租车，有手艺的则偷车。哎呦我的妈。半路上大胖的女儿突然想上厕所。不，你不想。不，我想。那就憋住，毕竟现在争分夺秒，单个一分钟都有可能错失200万。我憋不住啊。那就找个瓶子。女孩怎么尿瓶子里？那就再找个漏斗。臭老爸，独自要上的是大号。大号啊，那就更好解决了。 I hate you, I hate you. Alright, 哎呦我的妈。紧随其后的是打出租车的大黑，司机一眼就认出了大黑，所以大黑上车时价格都没谈，因为他就是众多追杀他的球迷之一，自己因为他输了几千美金。司机说他知道一个近道，可以至少节省1个小时，结果走着走着大黑就感觉不对劲了。司机扒了大黑的衣服裤子，你让我输掉了衣服裤子，那你就也不要穿了。黑人母女这边因为路痴不知道路，就向路边卖松鼠的大妈打听。大妈，您知道洲际公路怎么走吗？哈哈，经常有人向我问路，你要买只松鼠吗？不，我只是想问个路，我的松鼠很乖的哟。你确定不来一只吗？确定，我就只想问个路。往前面走 1.8 英里，向左有条近道，继续走 5.4 英里，翻过一座大山，至少省30英里。你们确定不来只松鼠吗？黑人母女信了，然后看吧，这就是不买松鼠的下场。高矮兄弟这边因为超近道还是走大道产生了分歧，这时高兄突然想到，我们有2个人，为啥不分头行动呢？这样赢的概率不就更大了吗？哎，有道理啊。于是两人就找了配钥匙的店。那啥，你记住地址了吗？放心，记得住住的。新墨西哥银城火车站1号储物柜吗？记住哦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里面是200万现金。嗯，你们可以再讨论大声点，让全世界都听到。等他们配完钥匙出来，发现竟然是2把毛坯，真钥匙已经被锁匠调包了。
看着锁匠也已经上路，两人紧忙撒了儿追，双方你追我赶的来到了一个热气球场。锁匠想搭热气球跑，高兄爬上车头想抓住热气球的绳子，结果空长这么高屁用没有，还是矮地牛一次就抓住了绳子，所以热气球带着他来到了一个牛场，还顺便挂到了一头牛的脚，和他们一起上天了。这可真是牛上天了呀。热气球因为负荷过重剧烈摇晃，把锁匠也摇了下来，两人一人抱着一个牛大腿互相斗殴了起来。最终矮弟以奶泡的卑劣手段占据了优势，他从锁匠兜里掏出了钥匙，却也失控掉进了河里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失控的高兄也一头扎了进来。不过相比起憨豆，他们可就好多了，起码他们已经上路，憨豆还在酒店睡大觉呢，要不是几个小孩叫醒他，他连去吃翔都赶不上热乎的。憨豆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车，结果刚来到路上就被一辆救护车撞飞了，司机都吓屁了，紧忙下车检查自己的车有没有被撞坏。那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别管我，我还要打车去营城。去营城？那不巧了吗？我刚好要去埃尔博索，顺路。司机说他有任务在身，必须要开快车，不怕你快，就怕你慢。大哥你使劲开，飞起来都行。两人也算是生死之交了，司机就想掏心掏肺的和憨豆聊聊，看到没，这就是我的任务，送一颗心脏去埃尔博索，本来空运的，可飞机停飞了。正说着呢，前方货车突然掉下一个垃圾，他们的车压到一个颠簸，心脏直接飞了出来，憨豆捡起来就要装进袋子里，结果又一个颤抖。两人下车寻找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，这时过来了一条狗，嘴里还叼着什么东西。两人一路狂追，等追上狗子，狗子都已经被电网电熟了，心脏那更不用说了呗，司机都麻了，这可咋整，人家可等着救命呢。哎，我可以找个流浪汉把他的心脏挖了不就行了吗？可这荒郊野岭的哪有流浪汉啊。于是他看了看憨豆，憨老哥您是哪人啊？英国的。您父母呢？早答了。您还有其他家人吗？没有，孤家寡人一个。不是，你问这些干啥？ Look, I drift, let's get him. 趁着司机愣神，憨豆紧忙翻过电网挂上高铁溜了，给司机崩溃的哟，一不小心抓上了电网，结果因祸得福，竟然把心脏给激活了。我信你个鬼。要说最顺利的就是搭上飞机的铁柱了，他是第一个抵达新墨西哥的，只是刚好美女男友就住在附近，美女就要去看看，结果这一看不得了，男友竟然在和前女友泡鸳鸯澡，这美女哪忍得了，直接开着飞机向下俯冲，掀翻了他们的澡盆，完了又不停地扔东西砸他们的车，渣男都吓屁了，紧忙开车逃跑，美女则开着飞机在后面追，最后愣是把渣男的车挤出了车道，渣男撞上了石头，美女的飞机也出故障了，眼瞅着交警追了过来，铁柱正想着下去说明情况，没想到美女直接一个大波，现在你上位了，然后下去给渣男一顿揍，还抢了渣男的车。嗯，白得这么漂亮一个大媳妇儿，血赚。而在沙漠里自生自灭的大黑用衬衫包住脚走了整整两个小时，终于走出沙漠，来到了一个服务区，正喝水时听到边上的游客说大巴车司机屎尿多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新墨西哥。听到新墨西哥，大黑当即溜进厕所骗大巴司机说他老婆生孩子了，需要他的衣服兜一下，那啥裤子也要啊，还有胎盘也要兜，还有帽子，不是，为啥帽子也要？骗到全套皮肤，大黑冒充换班司机，拉着一大车大妈就出发了，只是还没开多远，他们就碰到了一个稀奇的事情，竟然撞到了一头在天上飞的牛，大黑被吓得手忙脚乱，导致车子失控停在了路边，还扎破了一个轮胎。可就在他换轮胎的时候，这群吃饱了没事干的大妈竟然把备胎当起了玩具，看着越滚越远的备胎，大强都崩溃了。而更让他崩溃的是，大胖这边因为一家人实在闹腾得太凶，不得不到服务站休息一下，后追上来的高矮兄弟看到他们的车，直接给他们的车做了手脚，不过为了200万，这点小问题根本拦不住大胖，他直接在服务区偷了一辆敞篷，看到车上的点烟器就有些好奇，自己的车都没有这玩意儿，结果一不小心就烫到了中指，他紧忙把手伸出窗外缓解下，不巧边上刚好有个机车手，人家还以为他在问好呢，妻子也慌忙伸出手指狡辩，说是手指被烫伤了。听不到声音的机车手看他们如此热情，直接一声口哨，后面就上来了一大队摩托党，给了他们以最亲切的问候，特么差点没给他们打死。为了接下来能顺利到达营城，大胖也不装了，把200万的事儿告诉了家人，奈何家人都不信，还以为他得啥大病了呢，一个个的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，
给大胖都气崩溃了，转头看到店里有安眠药卖，既然你们如此愚蠢，那就别怪我不好意思了。走在前面的高矮兄弟都已经看到银城的路牌了，兴奋之余突然看到并排的车上是两个美女，看着丁丁女一直对自己放电，高兄当即就向丁丁女展示起了自己的舌钉。丁丁女表示这算啥，我也有，我还有很多耳钉。高兄不服，又展示起了自己的小太阳钉，殊不知自取其辱。两兄弟都看呆了，导致车子跑偏，闯进了一个大型车表演赛场，两兄弟被吓得边叫边躲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地，可不料还没等他们踹口气，车手还以为两人被压成了肉饼，紧忙下车查看，结果两兄弟转头就把他的车开走了。黑人母女这边走了两个小时也终于找到了补给，听到后勤大哥说这里是个火箭车实验场地，母女俩瞬间动起了歪心思。此时车手正在演讲，当着众多媒体的面，母女俩假装模特展示火箭车，展着展着就坐了进去。到提问环节， What is the current land speed record? It would be 742 miles per hour, but we hope to have a new record today. How do you start it? Good question. There's a green lever to the left of the steering wheel guiding the vehicle. record. 此时铁柱和美女这边正在一个黑店修车，明明就补了个胎，老板却狮子大开口要500美金，美女当即就不乐意了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，最多20块顶天了，我给你双倍。完了拉着铁柱就要走， Stop， 我就是在抢啊。两人骂骂咧咧的掏了钱，你干这种缺德是会遭报应的，我给你讲，有啥报应，难道还能把我的店给拆了不成。我信你个鬼。最终火箭车燃料耗尽，在一处观光区停下了，刚好有辆精神病院的大巴车停在这里休息，母女俩直接被工作人员推上了车，母女俩就发话了，我们是坐火箭车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是坐火箭车来的。大黑这边大巴车虽然翻了，但他又找到了匹马，六班人用六种不同的方式总算是抵达了银城。看到远处的火车站，五班人马你追我赶，拼尽全力地冲向火车站。大家可能有些疑惑了，不是六班人吗？咋只有五班呢？最后的一班当然是憨豆了，虽然他最后出发，但乘坐的交通工具却是最快的，他挂着高铁直接抵达到了火车站内。但你们以为游戏就结束了吗？ No， 憨豆在开柜子的时候又特么不争气地睡着了，其他人一看还有机会，瞬间蜂拥而至，可打开柜子后里面啥也没有，原来是酒店老板的律师，老板叫他在终点等待结果，结果他却不甘寂寞，还带了个姚姐，带个姚姐就算了，还把游戏的事告诉了人家，然后就被姚姐截胡了呗。幸好律师还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但不多，前一秒还在阻止姚姐，结果姚姐一个波，一句我爱你就让他叛变了，原以为这一走荣华富贵甜蜜双排，不料一头奶牛从天而降，还有趴牛身上的锁匠，锁匠看到钱袋紧忙拴在了热气球上，然后割断牛绳，结果偷鸡不成，自己没抓稳绳子，让热气球带着钱袋独自飞了。这边富豪们听到游戏出了变故，立马让秘书安排私人飞机，他们要亲自到银城查看结果。游戏的原六班人看到钱袋飞了，紧忙抢了一辆公交车追，他们从白天追到晚上，终于追到了燃料耗尽的热气球，只是他们刚拿到钱，现场顿时亮起了一道道光束，原来这里是一个慈善演唱会现场，主持人就问了，这里是多少钱啊？ $2 million everybody. We talked about it and we decide to share all the money. 主持人听到这话还以为他们是要把200万全部捐了，当即就让后台在捐款总额上加了个200万，等几人反应过来都懵了，紧忙狡辩不是这意思，奈何现场声音太大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接着有老两口带着几个孩子上台，讲了一大堆孩子们受的苦和感谢他们的话，还说他们就像耶稣的12门徒，听得几人又感动又心痛，也不好意思不捐这个钱了。就在这时富豪们也抵达了现场，铁柱看到紧忙抢过主持人的话筒，给酒店老板和富豪们一顿夸，说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就不能来到这里，而且他们才是最大的慈善家，因为他们说了今晚无论有多少捐款他们都会照总额再捐一份。富豪们听到这话都麻了，但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，只能哑巴吃黄连，看到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数字，非常有钱的只能嗷嗷大哭，一般有钱的已经开始打电话宣布破产了。这部电影名叫《亡命夺宝》，上映于2001年8月，因为剧组预算充足，据说高达7000万美元，所以片中处处都是大场面，电影很不错，强烈推荐。